大家好，我是小野。节目做到现在为止，我发现来上我节目的有几种年龄，可是其中有一种年龄的最多，就是野草莓世代。野草莓世代在曾经有一个杂志、报纸把它称为鲁克温世代 （Lukewarm）， 就是微热世代。那这个世代的人差不多就是还不到30岁或者30岁出头的那个世代，几乎就是跟我差一个世代，就是差不多我的小孩那个世代。那最近也有人在做五十年。差不多四十几岁的野百合世代在做一些回顾，他们差不多四十几岁，还有以前我们讲的五年级世代。那上我节目最多的是鲁克温世代，也就是野草莓世代。今天我在我节目来了一位很典型的也是这个世代的一个女生，然后她一来我就很有压力，因为我最怕那个个子比我高的女生，然后又长得很漂亮，然后通常我看到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那她曾经是那个林志玲的师妹，也是在模特儿界很有名的童怡甄小姐。Hello， 大家好，我是快接近野草莓的小草莓世代，哦、我是彤彤。彤彤、哦，你还不承认你是野草莓？不是，一定不可以呀、啊。那你就是小草莓世代。那她蛮特别，就是说她来自一个大家族，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本身。曾经从事过很长一段，从学生时代就从事这个模特的那个生涯，对。然后他后来的改变蛮多的。那因为通常我们上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在他人生涯规划里都很多改变的。那事实上，刚才你讲过你的年龄很小，对不对？所以那个改变不会太大。可是跟同样的行业的人比起来，好像是很大。那你可不可以聊聊你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进入这个模特的这个行业，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讲一下？因为其实像刚刚我们活宝级的小野老师讲的，其实模特儿这个行业，大家都对他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可能就是光鲜亮丽。然后光鲜亮丽之后，你可能就会退居到幕后，大家就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他应该是这样子走，或者是因为想要变成明星才会进入这个行业。可是像我，其实他也是个误打误撞开始参加这个工作，因为学生时代想打工嘛。那如果有人能够提供你漂亮的衣服啊，帮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又有一个很好的收入，我就觉得那时候纯粹是因为好玩，开始接触这个工作。然后你那个接触之后，你可不可以说说，跟你想象中一不一样？在之前你也一定大概想过这个模特的生涯是什么？你会不会有想过，还是完全没想过？我真的其实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欸，那真的就像刚刚讲的是误打误撞。可是进去之后，很多人是羡慕的。因为他对就是穿得这么美丽啊，什么都是最时髦最棒的。可是他真的是很辛苦很残忍的一个行业。怎么讲呢？因为你的表现好不好攸关着你下一季会不会有工作。你必须把自己的任何一个状况都保持在最好。但是即便你保持的最好，也有可能不会选到你。那所以你们会不是签约制啊，还要每一季都重新挑选哦。你会签约给特定的经纪公司，可是经纪公司的角色是在帮你安排给不同的厂商做挑选。有很多的精品业者，他可能需要柔媚的，他可能需要性感的，他可能需要运动型的，所以你必须让自己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去符合每一场活动每一场秀场的需求。那你属于哪一种？你刚才讲柔媚的、性感的、运动的，我觉得我能做这么久，就是我可以适时的表现各种角色。转换，你可以适时转换，对吗？对啊，对啊。哦，所以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对象需求，对，这样子哦。就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你笑笑。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然后比较资深的前辈就会跟我说，我要回去练习笑。笑，光微笑这件事情，他就说蛮难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你要笑笑，笑可是我看模特不都不笑，走在那个台前，他们都扭来扭去，都不肯很酷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是嘴巴不笑，眼睛笑。哦，眼睛笑，对。哦，难怪我现在看你，感觉你眼睛在笑哎、欸真的吗？你是练了很久啊？没有，就会有不同的氛围，会需要不同笑容的感觉。哦，眼睛笑，嘴巴不笑，鼻子会不会笑？鼻子我还没有学会，这样子努力当中。哦，眼睛会笑，这个蛮容易懂了。
对啊，眼睛含着笑意，可是嘴巴没有笑。对啊，对，所以有经过训练哦。是要的啊，我们因为你前面讲说你是误打误撞嘛，对啊，可是误打误撞之后你开始要训练。我觉得其实老天爷很疼我，我误打误撞，可是因为一方面身高的优势，那很多人的帮忙，所以我很快的就开始实际接触秀场的经验，就很快的就被选上，就开始表演。对，所以我很多的经验都是从实际中的学习而来的，对。我问你一个感觉哈，做模特在舞台上这样走哈，跟真实生活会不会，你会自己不知不觉把它分裂成两种？就说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不是自己，还是说你都可以掌握得很好，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跟表演的自己，相不相同？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模特儿圈呢，只是比较小型的艺人或是演艺圈。模特儿圈是小型的艺人跟演艺圈，对，所以充满表演嘛。对，因为你必须就像我刚刚提的，不管是表情或是肢体语言，你要去展示商品让人家去接受它。可是私底下的我不见得会去这么表现我自己。私底下，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台上台下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圈子会不会有友谊？有啊，会哈。不会大家勾心斗角啊？为什么你会想象中就是说每个人都那么高，那每个人都在比漂亮，然后大家穿很漂亮的衣服，台上走，然后下去之后大家都不讲话，衣服穿一穿就走了。那你觉得有没有友谊？我想象没有。其实因为他充满表演啊，他充满表演，可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友谊，因为一个活动的成功啊，就是一个 team 的合作，不管是幕前或幕后，或者是每一个表演的工作者。所以其实是有友谊的，是有很大需要很多的友谊的。就是这友谊不只是说模特儿之间，还有包括设计师，对，还有一些后就是幕后的，是吧？对，我觉得其实，应该怎么说？大家互相关心，然后互相去让整个活动变得更好，你整个气氛呈现出来的就会是很棒的。那如果有勾心斗角，其实就像老师在台上上课，有没有看学生出一些小把戏啊，你一定看得懂。那如果有勾心斗角在台上，其实看得很清楚，看得出来。我问你一个更我最好奇的，就是说个子高的人看人家是不是都是看到头皮？曾经哎，其实也没有高到那么可怕，说要往下看。可是因为我自己个子不高哈，我旁边如果个子比我高的，我很有压力耶，因为我都要仰望他。可是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啊，模特儿这个工作啊，让我对我自己的身高比较没有那么害羞哎，因为我从小就很高，一直比人家高，一直都比人家，座位都坐在最后一排，对。然后我坐公车的时候啊，如果我上公车只有两三个位置，我一定不会去坐，因为我只要坐下去，再过几站一定就客满了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我的个儿高，但我头很小，别人都觉得我个子很小，哦，这样子啊。所以只要我要下公车一站起来的时候，所有人眼睛会看，所有的人都会看着我，然后就会目送我离开那班公车。我小时候都会觉得，你们到底在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后来接触这个行业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身高高也是一种优势。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蛮向往做模特，因为我有一次哈，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然后那个每年招生他们会找一些校友回去做那个秀，就说啊，我们的学校毕业有什么杰出校友，然后有次请我回去，我就以为他们请了很多那种大师级的，比如因为师大毕业很多艺术家、美术、音乐、音乐家、美术，然后找我像我这样背景做传播的，就我一去啊，他所谓的接触校友里面好多是模特，师大毕业的模特，然后是来自那个或者演艺界的那种明星，然后只有我这个老头子坐在那边哈，好尴尬，我就怪那个找我的说，你找了这么多年轻漂亮的人坐在那边都是接触校友啊，我真的很不搭调哎，啊，我很不搭调，因为年龄也不对。我的背景也不对，我什么都不对，可是我发现他们现在年轻一代非常向往那个像你这样子，他们认为就已经对他来讲定义已经是成功了。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的社会压力很大吧，这个就是我觉得以前会觉得娱乐圈或者是综艺，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应该怎么讲，所谓的
就像爸爸妈妈会觉得一楼没正经啊，嗯嗯，就是搞笑或是什么，可是为什么大家会现在一窝蜂变成它是个热门的行业或是想要一直投入，我觉得是社会的压力很大，还有多元，会不会就是说不太会再去想说演艺圈什么圈它就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不会这样想，对，就像广告啊，嗯，我们小时候要是你跟你爸爸妈妈讲说你要做广告，他想到的广告是电影看板啊，挂在墙壁上，他想不到那个是已经可以拍成事业，需要那个导演、编剧、美术、音乐，就他没办法想象这个行业。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这个算是多元化，然后也是大家对各个行业的尊重。嗯、我刚刚讲的压力是说，因为有这些人的笑声，对对，大家才会更开心。那可是大家会看到这些人不是很无厘头的，天生掉下来就是一个笑点，他们是。嗯，花了很多的努力去看到，让别人看到他是这么好玩有趣的一个人。你说的完全对。对，或者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去把自己照顾到最好，然后表现让大家觉得说漂亮美丽是舒服的事情。可是很多事情它不是天生就掉下来，是大家都有努力过。那像刚刚小雅老师讲的另外一个点，就是现在大家愿意用别的角度去看这个圈子，所以会认可他的努力，因为大家以前都觉得你父母生的好，你就是漂亮，你就是漂亮。可是后来发现，对对对，其实漂亮不能当一辈子的饭吃，你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嗯、对、啊。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就像你的师姐那种林志玲，或者现在像隋棠这样子，就说哎、嗯，终于又有一个艺人开始演戏啊，然后发光发热，你那时候会不会羡慕那个东西？我不会羡慕，但是我觉得他们好棒，尤其是志玲，她开始让模特儿被看到，他是一个无声的扮演者，变成是一个有声的发言人、嗯、我觉得是很棒的，这样子大家才可以知道说这个行业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嗯、那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隋棠，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原来模特儿他其实是更有爆发力的，他如果多加栽培，他可以变成一个很棒的表演者，所以像隋棠现在的戏剧就很棒、嗯、我觉得看到他们的成功会让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不是这么单调的一面性，它是很多元的变化。嗯、你讲这个、啊嗯，我跟你讲一个我的经验。嗯，我曾经去应征华视总经理。嗯，应征的时候我写一个报告，我的报告里面就提到蔡康永跟林志玲。嗯，2003年，我为什么那么印象那么深刻？就是因为你刚才讲的观念，我都蛮接受的。嗯，我自己的报告里面就写说，台湾的演艺圈跟台湾的观众变了，他们接受像蔡康永这样的主持人，也接受像林志玲这样的艺人，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台湾的年轻观众他们喜欢的那个艺人跟主持人变了。嗯，因为蔡康永带点有知识，对，对不对？因为蔡康永最早主持节目是读书节目，他不是一开始就搞笑，他是先主持读书节目，嗯，然后给人家感觉他很有学问，因为他是留美的，加州的那种学电影的啊、哦，我跟他还算认识，他的本来背景是学电影，想当编剧导演的。后来主持读书节目，然后他也不是属于长得非常帅的，可他就被接受了。嗯，那林志玲被接受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他这个背景也不再是过去人家艺人的观念，嗯、一般艺人对艺人的观念、嗯，林志玲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很优雅，然后有学问，嗯、对，读书啊，他有背景就有读书这样。我的意思说，我就用这个报告作为我判断那个整个台湾在改变的一个理由，所以你刚才讲那个林志玲那个，我蛮赞成的。对啊，我觉得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它可能是改变的好玩、互动的好玩、嗯、矛盾的好玩，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一个文艺青年怎么变成主持综艺节目？你刚刚讲的，然后大家还更接受，对，就变得这么好笑、嗯。然后一个在台上很光鲜亮丽，感觉像大家会觉得名模的印象冷艳的，嗯嗯嗯、可是到节目里又变得好玩，我觉得那个冲突点。那个有趣是大家现在想要的，对对对，这时代在改变中、嗯、我们待会再继续聊这个时代改变，我们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啊、哦